刚才炒的菜有我年轻时候的8分的功力。8分呢？啊，那2分呢？那2分我留着了，不能全酒。师爷说了，师爷是小店画罗圈，那20%我就不给你，怎么办？同志们好，今天呢，我让小尹子给大家做个啥呢？哎，这个肚，猪的肚，它是下水类的上品，好东西啊！哎，这个肝、肚、心、肺、肠，哎，今天呢，我们做的是肚。首先呢，这个肚今天怎么做？是盐爆，盐爆啊，同志们，也是鲁菜的一个烹饪技法啊。对，这个盐爆呢是双重意思，一个呢是盐，鲜盐的盐，烹调方法呢就是有盐爆啊，这个鲁菜呢当中呢，它搁一种菜叫盐荠菜，也就是香菜。这是哪啊？这个搁这个香菜梗呢爆出来的，也叫盐荠菜的盐爆。对，盐爆啊，它是那啥，它除了那种香菜又脆又香，跟肚结合哈。这个操作方法呢是快火速成啊，这个严格的要求这个火候。这个是个老菜啊，我先把这个肚处理一下，外边你看有些粘液，然后还有一些腥味儿，是不是？对，来吧，师爷，我们现在给它一加点盐，一点盐啊，这个盐呢有渗透作用啊，让它抓进去之后能把粘液呢很快的就下来啊。来，再一个呢搁醋啊，看着没有，白醋去味儿啊，把这个脏腥味儿给它去掉。再一个呢，第三个呢是面粉，面粉呢让它浮着完了之后呢，把这个粘液和这个这一块就洗下来了啊。好嘞，因为粘液给它粘下来是吧？对，看没有，我啊抓，然后用一会儿用那个温水啊冲洗2次啊。对，刚才呢抓完了之后呢，现在给它洗干净了。对，把这个油呢给它宰一宰，清醒 啊。这个油呢不能带着太多啊。师爷，刚刚我师爷吐槽了啊。这个你看看现在这个肚啊，就看这个肚多大，就想到了猪能有多大？没多大。现在这个猪啊，这你说这个肚子就这么大，它吃的东西也少。而且你看它多薄啊！你太薄了，太薄了。过去我们用这个肚，那个肚仁啊，这个肚仁呢是相当的厚，老厚。再一个肚子大，现在这个不行。那大猪，这猪太小了，也就200斤左右吧。对，点火了，焯水啊。焯水。好嘞。冷水啊。冷水下锅啊。加点花雕酒，煮一煮。这个现在呢是属于啥呢？焯水，焯水的阶段。对，这个紧它一下子干啥呢？让它个凉水下锅呢，让它慢慢的这个表面封闭，对啊，能够把这个脏腥味啊和这个腥味啊去除，能够释放出来。对，这样的话下一步煮啊，就是这个汤呢，这个因为汤这个咱今天不要汤是呀？哎呀，单汤给你留着啊，你汤你给我留着，我喝。你看猪肚这地方是黄的地方，一会儿煮完之后我看刮一刮啊。对，现在不好刮是吧？对，这地方苦是吧？这个为啥苦呢？那是苦胆的味儿。对了，它挨着苦胆。好嘞，煮2分钟，现在给它捞出来。好，把这个肚领这地方给它这个扒下来啊。这块苦，这个发苦啊。你看一撕就下来了啊。对，很好撕的。要煮熟了就不好整了啊。煮熟了它就粘上了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搁高压锅给它压一下。同志们啊，这是我们传说中的大肚。哎呀，大肚不大肚，这肚跟我手掌似的，太小了啊！没有师爷过去说那个那么大的大肚。那这是个这过去的大肚，那这个7-8斤呢。那猪是多少斤？500到700斤。你看现在都200多斤，去腥三件套：葱姜、花雕、花雕啊。OK， 把锅压着啊。好嘞，现在这肚是真小啊。压了8分钟，你看看，就8分钟，没货了。师爷，你们的规矩的肚不得10多分钟、20多分钟啊？那我们得压20-30分钟。晾一晾啊，一会儿咱切啊。然后咱现在师爷切配料，切配料。我们切点香菜梗啊，不要太长，不能超过，不能超过寸是吧？不能超过寸。咱们直接就不要香菜叶。是香菜叶，它一炒就倒了。对啊，磨叽。对，香菜梗就行，大的
我来一刀，这些够了，切点葱，葱姜蒜啊，蒜片，蒜片，小料也行啊，对，葱姜丝就 OK 了是吧？对，把肚呢先给它破开，一开二，找出横刺丝啊，对，这个肚啊也有横刺丝啊，我们顶丝给它切，这样的话呢口感呢能够好一些啊，对，这个厚的地方给片一下，片稍片一下行，对。师爷，看咱压这个肚的熟度，这个呢刚刚好，不能太烂乎啊。这个呢就是断生啊，对，吃着还得有口感，那 Q 弹是吧？对了，哎，这个很关键啊，这一份肚丝儿一旦要烂了，这菜就废了是吧？那为了急火快炒，对，你看我今天就是你这个料，咱怎么下？我这个盐细吧，香菜吧又加了点，感觉它想少点是吧？对，葱姜丝儿，哎，都放在这里啊。这爆嘛，急火快炒是吧？急火快炒，把这个胃都放在这里边，口先给它都集中到一起啊。糖啊，胃，一勺盐啊，这个是胡椒粉，要稍微多着点啊。对，这胡椒粉呢，突出胡椒粉，吃这个它解腻。胡辣味，这米醋啊，醋在这里啊，也是去杂味的啊。为什么都搁一起呢？对，就是让它快速成熟啊，急火快炒。香油，对。冒烟了啊，油热了啊，同志们啊，肚丝儿，哎，姿势要帅，猛火快炒。今天师爷能不能我尝？该我尝了。今天终于啊，其实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往后稍一稍，好吃的多留给前辈老人师爷师傅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他这么操作，突出他这个刚刚胡椒粉和醋都放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主要是去掉他这个再一次进对肚啊，煮肚进去掉这个藏香味，在煮的时候，在前期洗的时候，一点点都少不了。饭店做或者家庭做都用这种方法，简单快爆啊，注重火候。有啥呢？有盐细菜，就香菜搞的脆香啊，脆脆，肚的 Q 弹的这个香气。刚刚我们说了嘛，这个肚煮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菜。对，煮过了，肚没有口感了，不 Q 弹了；煮太轻了，还咬不动，这样刚刚好。你刚才炒的菜有我年轻时候的八分的功力。哎，八分呢？啊，那两分呢？那两分我留着了，不能全酒。师爷说了，师爷是小店画罗圈，那两成我就不给你，怎么办？同志们啊，在家里这个菜很方便，很简单做，这也是肚猪肚的一个细做的一种方法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肚呢，哎，这么吃我想呢，它这个口感的色味香型啊，都俱佳，也就炒个二十多秒，对，三十秒出锅了，就这么快。每日烟火气，尽在老友记。